耶，这是入园门票，魔术表演嘞，哦，爽哦！这个是汽车转运站，我来拍那个小火车，小火车耶！鸡蛋一盒十颗，啊，鸡蛋啊！你在孵蛋吗？先要捡鸡蛋啊！呜呼！好会吃哦！你快听嘞！先煮煮车车，靠，超肥的，好可爱哦！大家好，我是阿蛮，欢迎来到 Man Life。今天呢，带各位去北斗正实亲子农场一日游。废话不多说，出发 ，Go Go！蛋了，一颗十块。我们到了正实农牧场，严选鸡肉产品。开园时间10点到5点，那就是它的停车场。很多小朋友，耶、yeah, ！这是入园门票，100元，然后50块可以折抵。然后一进门可以看到右边这有个贩卖部，应该是折抵商品用的。魔术表演呢，11点45分。现在几点？小鸵鸟不要喂了，它吃饱了。对，小鸵鸟吃饱了。10点59，再45分。你要喂大只了吗？六五对一平开始几点了？快啊！好吧。这里有很多恐龙。哦，在玩水啊！哦，爽哦！很沙呀！哎，有够小火车哎！够有些大人耍废区，卡丁车，哎不，碰碰车。这个是汽车转运站。哇，充气蛮喜欢玩水的呢。我来拍这个小火车。放呀，他放好啊，他骗你。小火车要60。这有挖掘机的体验。你有什么归空？哇，故障，摩托车，这个是60。看我这铁轨敲断的呢，这60块呢，我刚来喝哦。从这边，父母也可以在里面拍照。对啊。这样过来。没有，没上碰碰车了。我倒的剩。我投给你玩吧。50。没有人玩，因为太阳太大了。对啊，等下来农场，这边是算游乐区的，够卖泳衣的呢，还有游泳圈。那边有卖手死。手死哦、喔。我比较有兴趣的部分是这里啊。场入园须知。哦，这有很多饲料。那都是小鸡饲料啊。这里好。我要拿一大桶。
那你刚才拿的是小鸡的饲料？回家啊。哦。那多注意。我们现在有贩售限量的干冰汽水，还有新鲜现切的水果盒。如果有想要点熟食餐点，我们也有土鸡肉、熏鸡肉，很好吃哦。如果还没订购的，要赶快哦。等一下，宝可梦会出来，还有宝可梦游行，我们可以让朋友可以让我们小朋友去外面跟我们的宝可梦互动哦。他们等一下就出来了哦。对呀，在睡觉了。神奇宝贝出来了哦！宝可梦，宝可梦，哦，鸡蛋一盒十颗，捡好鸡蛋请先结账。所以鸡蛋只会放在哪对吧？对啊。Lucky one， 对啊，点来绿。嗯、有啊，我还多剩啊。来，哦，接下来无啊呢？给我，我来拍照。来来来，我来架一下这个。在孵蛋吗？是吗？你也在孵蛋吗？对吗？捡鸡蛋哦！我们可爱的宝可梦在外面，可以赶快过去跟他们拍照哦。不是我们搞，刚刚没有喂，对，那小鸡的在那边。这里有鸵鸟哎，也可以喂。要不要？快点啊！这是小只的，然后里面有大只的哦。哦，哦，哦，等一下再来捡，我们先去看那个宝可梦。不想要宝可梦拍照，笑死。哦，还可以吃掉哟。哦，我这边是鸭耳。
可爱哦。姜母鸭啦，各位。教杰饲料有没有拿走？哦，你看伊咧用饲料伫造鬼呢。哦，迄鸡来走起。六块六。有啊。有啥用？我都算干呢。被滑水道啊。哦。很爽哎、欸。被喷水呢。爱泼水啊，跟水无啊。哦。在这里玩一天都没问题耶。可以水管直接灌进来。要让伊的轨道当滑滑的。啊，你怎么跑出来的？你跑出来了呢？啊，然后回去啊，回去那里啊。你跑出来干嘛？你在扯蚯蚓呢，好吗？哎、欸，屋内，靠，你还吃小虫哎、欸？哦，有蜈蚣，有蜈蚣。哎、欸，什么物件？蚯蚓。不是，那不是蚯蚓，蟑螂哦。快哦。对啊，原来鸡是这样吃东西的、哦。蜈蚣哎、欸，蜈蚣它不吃哎、欸。这应该是母鸡哦。我知，我哪知是母鸡。有皇冠的公鸡吧？我唔知。哎、欸，你不要啄我，我会怕哎。哎，我你冲来，你就着个。食有无？我无看你在食啊。有无？有无？敢有？哈哈哈！你咪一直怪啦，你怪惊嘞。你跟你讲话。你在看你同伴呀？你要等伊呀？该回去了，不要在这里偷懒。你跟你讲话，你有在了？有啊。你在咧讲啥？我感觉伊足无用的，而且伊个鸡爪足大只的，你有无？这里有猪猪哎、欸！受伤了啊，苍蝇都在咬你哎、欸！啊！是跟人家玩家输了是不是？啊，你睡觉呢？睡着呢？啊，你睡成这样？啊！我想摸一下，不知道什么触感。呜呜呜，粗的哦，很粗哎。靠，超肥的！等下来看，嘿，贩卖部里面可以折抵什么？这里有碰碰车，不啦不啦，玩具车。哇哦，宝可梦的。啊。来这边开班姐哦。对呀，对呀，鸡蛋饼。干嘛这样？就已经进去了，大院子呢、欸？六颗柳丁，这应该没卖。胡蒙，两个是夫妻耶、欸。啊，右边那个是戴尔啊。他感觉很热哎，这是冰，雪雕，谢谢哦。雪雕怕热，然后直接躺在那个冰块上面，好可爱哦。这有龙猫哎，龙猫龙鼠。这是熟食 DM， 这里有现切水果，走啊，捡鸡蛋。
简单，这边拿篮子就可以进去选。来，我开门。卖生气啦！想去别区。这拢细鬼。你到细鬼才黑地方。嗯。你在唱歌、哦。外面音乐在唱，你在唱。打开了，哎，拿过去。先给你装，先头朝下。在后面。哪里呀、啊？后面他坐在座位12。12点到哦，到晚上吧。哎、啊，你也不能坐啊。可以啊。最近有最近。啊？最近，谢谢。谢谢。这话传给你，很爽的。行，买饮料。本来会使哦。好。你在那边？100。我们现在要去小动物旁的凉亭，等45分的魔术表演。要。嗯。好吃哦。吃啊。这里又捞单一只哎。哦，没有，是好几只。他们在这里玩沙沙，很爽呢、欸。你很凶哦，你的脸啊，这么起来啊？要小鸡蛋，要小鸡蛋，超小颗的。这个是日本矮鸡的鸡蛋，它没有贩售。阿超，你？阿超，鹦鹉，啊，魔术的家了。哦，这个屋哎，后面也还有啊，竹钉机。蓝孔雀。梅花鹿。孩子被苍蝇叮了，很不舒服。叫龟龟，刺猬哈。要礼物，别用跑的啦。陆龟，老虎比苍蝇累。嗯。仓鼠家，我家，拍给云看。天竺鼠车车。我是天竺鼠。外带餐点32号，餐点好了可以到柜台取餐，谢谢。哦，其实他们可以出去晒太阳。兔子，这张礼品呢？Thank you.
要干嘛？哦，等下。我们太久了。对啊，还可以。好了，各位，那我们农场体验一日游行程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。觉得这里还蛮不错的，可以跟小动物亲近一下，然后还可以捡土鸡蛋，而且还有魔术可以看，以及它的门票还蛮便宜的、啊，而且可以抵里面的商品50块的折扣，还不错，高 CP 值，算便宜。OK， 以上是今天分享螺旋丸片朋友电板的一个喜欢，还没订阅朋友记得帮我订阅哦。那我们下部旅程见。拜拜。